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 Felicia， 我是 Ethan。 哎，那在这里呢，先来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捐助的这些钱，帮我们买的咖啡，我们一看，哇，整个人神清气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工作，谢谢大家。好，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来讨论一个不敢碰的话题，就是喵喵，也就是我们说的疫苗哈。如果要是基督徒的话，大家一般对于疫苗这个东西最大的 concern 就是说这个疫苗它是不是受印啊。如果这个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哈，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要赶快了啊！欢迎你给我们的这个 email 给我们信箱发邮件，如果你要是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能帮你解答的话，你给我们发邮件，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你，这个东西呢不是迷信，不是迷信啊！我们以前都是自认为很厉害的人，然后我们都悔改信主。如果你看到现在世界的变化，你再看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哦，他已经走到最后面的小几页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得救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说这个受印的这个东西，在圣经里面讲，它是启示录有提到这个东西啊。那整个启示录的13章讲了这个受的一些作为。那尤其是在启示录13章的16跟17节，他在这里面非常仔细的说到了受印，他是怎么说的？说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是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这个受啊，就叫众人，众人就是大家，所有人 ，everyone。他说不管你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不管你是有钱你是没钱，不管是什么人，你都要在右手上面或者是额头上面受一个印记。英文版里面讲得更加清楚一点，他说什么，他说 And no one could buy or sell anything without that mark， 就是你没有这个印记的话，你是啥也不能买啥也不能卖。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受印是什么东西，就是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受印，你是没有办法买东西和卖东西的。那这个很明显，这个疫苗就不是所谓的受印。网络上面有很多什么磁铁吸在皮肤上那些啊，那些东西其实很可能有可能不是真的。那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去看一下大卫 DK 的这个视频，他在台大医院就是做磁共振啊，然后还有那什么那个磁铁，就是拿着那个疫苗去做实验。各位有机会要去看那个东西。但是各位也看到，的确有很多的政府在这边说，现在要有一个东西叫做疫苗护照。那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的话，你就不能去哪里。那很多人就会认为说，这个疫苗护照应该就是受印这个东西。那我觉得也有可能，未来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目前有很多东西出来说什么可能是晶片受印之类的，例如像说比尔盖茨正在审核的就是虚拟货币 WO2020-0606， 那这个数字就很明显的就是2020年然后666这个样子，那未来会怎样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不是受印我也不知道，而且这个东西又是 cryptocurrency 是虚拟货币的，所以说跟的确是跟买卖有关系的。那么不得做买卖是什么意思？很多人会以为说就是不能去超市啊，不能买东西啊，然后不能干嘛干嘛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会是一个更严重的东西，就是你的财产会逐渐的被充公，或者是瞬间就全部被充公，你的金钱所有的交易都没办法使用，你不能付电费，你不能付水费，你没办法缴房租，你没办法付地价税。很多基督徒说什么、哦、我只要去买一块地就好，上面种菜，就算是这个来到的话，我就在那个地方，我就在我自己的房子上面做我想做的事情，这样子。我个人认为受印会是一个要人民完全服从的一个东西，到时候你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不能做，就算你有钱你也不能付地价税的情况，你的房子会不会充公，简单的说就是完全的共产主义的状态。所以说我认为这个疫苗并不是受印，受印应该是更可怕而且更有效的东西才对啊。那很多朋友也问我们说，那你们既然已经确定出疫苗它不是受印，那你们为啥不打呀？那我的理论是，如果各个政府全面推行疫苗的话，对不对，我认为是可以去听一听的，而且是可以去，他们讲的东西是可以拿来做参考的、但是我
自己看过这些数字，不只是右派机构提供的数字，还包括左派的，还包括 CDC 的、CNN 的、MSNBC 的数字，都显示就是这个疫苗的确是有用的，的确是可以预防很多的死亡。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老人还活着，我们全部都要感谢这个疫苗的存在。但是这个数字也显示，这个病毒对于65岁以下年轻人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杀伤力的，而且在传染方面这些数字也差不多。现在 Delta variant 出来之后更是证明了一点，就是有打疫苗还是没有打疫苗都有可能会被传染，而且传染的数字也都差不多，而且症状也差不多，都要隔离2个礼拜之后你就会痊愈了。那这些全部都是统计数字上面的东西，打了疫苗之后你就应该要不怕了才对。但是我发现就是华人圈里面这些假新闻真的是满天飞，这些假文章到了华人的主流媒体变成了真的新闻，什么小孩得了新冠肺炎之后3个月变成了神经病，精神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小心新冠肺炎对于精神的伤害，还有什么得了新冠肺炎之后会对于肺部造成永久的伤害，会使肺部纤维化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几乎全部都是假的。然后各个所有的妈妈呀、岳母啊，他们全部一天到晚在那边到处转发，在那边散播制造恐慌。我并不害怕这个病毒，而且我的年龄我也不应该害怕这个病毒，根据这些统计数字来讲。所以说我不打疫苗是因为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评估之后，我为了我自己做出来的选择，我认为说我自己做的选择会比政府做的选择来得好。嗯，然后很多朋友看完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就说，你们反疫苗， AI News 告诉人不让人打疫苗，我们从来都没说过我们不让人打疫苗啊。如果要是有这样错误理解的朋友，回去把我们之前节目再找出来听听，我们从来都没说过我们不让大家打疫苗，我们说的是政府不应该强制每一个人去打疫苗。然后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哎，我建议你不要去打疫苗，没有，每个人根据个人自己的身体健康水平和状况自己去评估你要不要去打疫苗。你为什么不打疫苗？我为啥要打？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你问我为什么不打疫苗，我为啥要打？我不喜欢往我身体里打任何的针，就像以前那个流感疫苗我从来都没打过。然后我前年的时候去做体检，然后医生一看，我记住说，那医生啊脸一下就是晴转阴，你知道吗？他说你怎么都不打流感疫苗，好像就是我是这个世界的大祸害，我没打流感疫苗我就是把我自己置于死地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当时吓了一跳，我想说啊，不打流感疫苗是这么严重的事情吗？然后我就说，每个人都打吗？当然了，每个人都打，你为什么不打？那你打不打今天？我那就打吧，我来都来了，对吧？夸给我打了一针，得在家躺1个礼拜。如果你要是想打疫苗你就去，如果你不想打疫苗那也 OK， 这都是你的选择。那我也从来就没有说过我反疫苗之类的，我也从来没有说就是疫苗是不好的，因为我认为不好的是疫苗护照。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年都可能接受一些没有用的疫苗，就刚你说的那个流感一样。常常打了之后才得流感，平常都没事。那打不打疫苗一直都是一个个人自由，但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你有听过不打流感疫苗的人就不能上班上学吗？你有听过不打流感疫苗就不能搭乘交通工具吗？你有听过打了流感疫苗之后你去哪里的话你都要拿出来一个东西做证明说，我有打这个疫苗吗？这次的这个疫苗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当你把这个权力交给政府了之后，未来只要 FDA 批准了你就必须打上去，不打的话你不能上班，不打的话你不能上课，不能坐交通工具。现在还有这个大学规定，如果没有打疫苗的话要降低学生的网络速度，就是说你连上线上课的方式他们都要影响你。那这次的这个疫苗处理方式是完全超过任何的疫苗要求，政府夺取权力已经超过了任何的健康规定了。我并不是反对疫苗，我反对的是政府的处理方式，还有整个疫苗护照，还有整个逼迫的方式。对，因为我们那个看了起诉书之后之前就觉得很奇怪，就觉得说，我们都是一个现代的文明的人类社会，怎么会某一天走到一种地步，就是说，你不打一种东西然后你就不能买不能卖，就怎么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我觉得在2年前就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那个时候我刚信主吧，然后我们教会有在讲启示录，我们的牧师，然后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很奇怪，就是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然后结果新冠疫情就开始了。
在新冠疫情开始了之后，慢慢慢慢经过这么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你会看到说，哦，原来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就是现在慢慢的发展到说，哦，你不打疫苗，你就不能去做这个，不能去做那个，不能去做那个，不能去做人。你再继续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政府再继续的夺取人民的权利，到最后就是会变成那样。对，所以之前是怎么想都想不通的，现在越想越明白，哦，原来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哈。这个我们的影片下面也有个观众朋友给我们留言哈，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认为说基督徒的确是应该这个作为一个社会跟国家比较积极正面的这样一个代表形象哈。那这个我们都同意。那这个朋友呢，他在这里面讲说，他说我觉得身为公民应该为这个社会和国家来尽一份力，而不是过度的强调个人自由。我觉得他这个话说的非常对，我们在美国作为公民，包括我们做这样的节目，我们也是想要为了这个国家跟这个社会来尽一份力嘛。啊，但是接受疫苗这个东西属不属于过度强调个人自由的这个范畴里面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说这一次的政府他告诉你说，你打了疫苗，你只要把疫苗给打了，我们整个社会就可以恢复到以前正常的秩序来转动。你只要打了这个疫苗，你就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去电影院里面看电影，你还可以怎么怎么样，你只要打了这个疫苗就有很多人不会死。这听起来都 make sense 对吧，就是说，哦，我只要打了你给我这个东西，我们大家全部都恢复到原来正常的状态，我觉得这很好。但是我们来听一听加拿大的总理，这个长得像王子的大帅哥特鲁多，他在这个集会上的演讲他是怎么说的。You deserve a government that's going to continue to say get vaccinated, and you know what?If you don't want to get vaccinated, that's your choice. But don't think you can get on a plane or a train besides vaccinated people and put them at risk. We need to be strong in the decisions we're taking going forward, and we need to put people first, which we have always done. We need to keep working to protect and build a better future together, and that's why I need you to continue to step up. I'm calling on more country.More companies, I should say, in the private sector to step up with vaccine requirements that'll reach millions more people. If you're a business leader, a nonprofit leader, a state or local leader who has been waiting for full FDA approval to require vaccinations, I call on you now to do that. Require it. Do what I did last month. Require your employees to get vaccinated or face strict requirements. Nekuda.חשובה מאוד שהציבור חייב להפנים, ואני חושב שהרוב לא מבינים עדיין. הציבור הפגיע ביותר באופן פרדוקסלי כרגע זה אלה שעשו שני חיסונים ועוד לא את השלישי. למה? כי הם מסתובבים בתחושה כאילו הם מוגנים, כי הם עשו את שני החיסונים. הם לא מבינים שהחיסון השני דאח אל מול הדלטה, וחייבים מהר להתחסן בחיסון השלישי.你如果不打疫苗，你就不能上飞机，不能上火车，你不要让那些打过疫苗的人承受风险。哎，重要的话再说一遍哈，你不要让那些打过疫苗的人承受风险。But don't think you can get on a plane or a train besides vaccinated people and put them at risk. Put them at risk. Put them at risk.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Yeah, 这是 it doesn't make sense at all. OK, 就是。我打了疫苗就是因为要去除这个风险，是我打了疫苗就流感也是对不对，我打了之后就表示说，哦，我这大概不会得流感，这个新冠肺炎就是我打了之后那我应该就不会得新冠，我的免疫系统绝对比没有打疫苗的人还要好，对，照道理讲是这个样子，嗯，但是他这边说的是打过疫苗的要害怕那些没打疫苗的，因为没打疫苗的会增加他们的风险，好奇怪哦！政府说打了疫苗是说这个社会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然后每个人都会更健康，抵抗力会增强。为什么打了疫苗的人还要害怕没有打疫苗的人？对，根本就不 make sense。对，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幌子这个样子。对，好，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说澳洲现在也出事了，澳洲也有这个疫苗的 mandate。那我们就看看在澳洲的。这一些
政府的新闻是怎么播报的，然后人们对这些东西又是什么样的反应。 Masks are now mandatory wherever you go. There are simply no excuses. The only time you can be seen without a mask is when you're doing a vigorous exercise, and you're only allowed to exercise for 1 hour a day. That curfew is in place between 9 p.m. and 5 a.m. so nobody should be moving around. Don't raise your weapon. Shame on you. He's homeless and you gathered at the CBD to express their frustration at this current lockdown. And there you go. We have some protesters there try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police line. We've got mounted police also trying to stop the demonstration from going ahead. Cross over! Everyone, go across the border! Cross over! They cannot arrest all of us! Rioters are clashing with police. Now, police have said that they are out in full force to try to deter people from attending this anti-lockdown protest that's currently going through Melbourne's CBD. As you can see there, police. A new COVID wave is sweeping across Melbourne after violent anti-lockdown protests swamped city streets yesterday. Clinical epidemiologist Professor Nancy Baxter joins us. And these people may be reluctant to present for testing. So hopefully this won't set us back, but it do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And so what I really hope is that no matter what circumstance you are, no matter where you've been, that you do come forward for testing as soon as you develop symptoms.对啊，其实这些政府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而且他们都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角度去看你这个样子的，就看所有的人民都是要往上看，然后看这些政府，尽管他们叫做 public servant， 但是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瞧不起你的。就像中国政府说为人民服务，到底是为谁服务了？纽约的市长Bill de Blasio， 你还记得那个广告吗？对，他在推那个疫苗的东西吗？他拿着汉堡在那边滴满地，桌子上这个样子，然后吃着薯条，然后就看着那个镜头就说：“哦，你是不是想要这个汉堡？你是不是想要这个薯条？哦，你就是要这样。你只要打这个疫苗之后，然后嘴巴，我是很不同意，就是嘴巴里有东西，然后还有讲话。对，不就为了 vaccine？ This is so good。你在他们心中就是这个样子。”对，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觉得说，哦，只要想往你身体里打针，你去领一份免费的汉堡，你就给了他们这个权柄，说让他们可以给你打针的权柄。那是不是以后会演变成什么，哦，我送你一袋大米，送你一桶油，你只要打了疫苗，你就可以拎一袋大米回家，你拎一袋油回家。Yeah. 是不是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你是不是就这么轻易的把别人往你身体里打针的这样一个权柄，就为了一点这样的小东西，然后你就把这个权柄去给别人。对，而且说真的啊，你那个疫苗护照一成立了之后，它在上面可以加东西啊。嗯，我现在说疫苗护照只要这个新冠肺炎，下一个疫苗护照你就是这样，而且你的资讯 也都全部在那个系统里面的。它要在你身上加东西的话，哎，你的疫苗护照出来，然后呢，我可以用这个疫苗护照来追踪你。然后我要打什么东西的话，就全部都是他的选择，全部他的自由。对，所以这个底线如果一被打破的话，你是把一个相当大的权柄，也就是说政府觉得说，哦，这些人同意我们往他们身体里打针呢，你如果要是连这个步都让了的话，之后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很多大家说为什么西方人都这么不听话，你看美国人因为打疫苗的事造反，澳洲人打疫苗的事造反，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政府的权力不能过大，这个是很多中国人没有的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在中国一直都是大政府，大家没有这样的概念，说大政府跟小政府为什么不要让政府有这样的权力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近期中国辽宁省的丹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台了一项新的规定，规定是这样说的，自8月21日起，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人员原则上不允许进入医疗机构、住院部、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场所，不允许出入图书馆、博物馆、殡仪馆、景区景点、银行、诊所、药店、宾馆、酒店、餐饮单位、商场、超市、游乐场所、洗浴中心、农贸市场等公共场所，原则上不允许乘坐公共交通。这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念的好好，好像那个广播公司在念东西。基本上在这里面，他把人类能去的地方全都给你列出来了，除了你们家之外的地方，全部都给你列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打这些疫苗，如果你没有禁忌症，如果你要是有非常严重的那种疾病，属于禁忌症的话，你是不需要打。但是如果你只要是像我们一样正常的人，你不打这个疫苗，这些地方你都不能去。我报道过有一则视频哈 ，CNN 被人偷拍，他在里面就说了，说新冠疫情这个数字呀，我们做电视的，我们看了不够高，还不高兴呢，赶紧的把数字往上调啊。Sad news doesn't do well with ratings, you know, like, if you can get someone impassioned, that does really well with ratings. Sad news back to back to back doesn't do really well unless it affects them directly. COVID, gangbusters with ratings, right? Which is why we constantly have the death toll on the side, which I have a major problem with, that we're tallying how many people die every day. Because I've even looked at it and be like, let's make it higher. Like, why isn't it high enough, you know, today? Like, it would make our point better if it was higher. 那数字在看一直在那边动的那个 death by COVID， 咚咚咚咚咚，一直上升，一直上升。所以呀，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政府在做的事情，这就是政府联合媒体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看来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过度的强调个人自由？其实这个东西是基本人权，也就是说只要这个破口一打开，只要这个底线一被攻破，政府就知道你什么都能接受，就可以说你上次也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对，所以这样也就不难知道为什么之后受孕会变成这样的，为什么大家都会接受那样一个社会，甚至一定会有人跳着说，你不打受孕你就是怎么怎么样，你不接种你就是怎么怎么样。现在我们已经常常对说了。对，其实我本来刚开始的时候，2020年大概1月份开始吧，那个时候你害怕不害怕？害怕，怕死了。你也怕死了？大家都怕。对，好像没一个人不怕的哈。对，那个时候你就是刚开始说，呀，武汉怎么被封城了？对。然后我们当时啊还祷告呢。对。我们当时哎给武汉祷告，然后为中国祷告，没过一个月。赶紧的为美国祷告吧。对，我们那时候还有宣教士，我们教会还有宣教士在武汉。哦、是啊。对，后来他是封城之前回来的。哦。然后回来之后，那人就发烧了，两三个人都发烧了。其实他们只是生病而已。啊，只是感冒发烧而已。对，因为没睡好。多吓人呢！现在新冠疫情到现在哈，我都不敢随便咳嗽，有的时候咽口水没咽好被呛到了，就一咳嗽就会有别人异样的眼光看过来，所以那个时候看起来都还一直挺可怕的。其实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封城的时候，我其实不在洛杉矶，我当时在佛州，而且是在做 cruise。在那个被封的那个公主号上面，当时的美国还没有这么严重的疫情，但是我上船的时候一看到亚洲来了，亚洲人拿着红色的护照，我想说哦天啊，这是不是中国病毒？别人看我就是亚洲面孔，别人也在想说天啊，这是不是 Chinese virus？ 那我自己上船的时候呢，我只要有一点喉咙痒，我就觉得说糟糕，我是不是中了 Chinese virus？ 而且我当时坐的就是公主号，很幸运的是那艘船所有的人都没事，然后我们是最后一艘还可以动的船，那之后发出去的船全部都是爆发疫情。那当时就是很害怕很害怕，我每次去超市买菜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个英雄，然后我都要先祷告好久，然后我才鼓起勇气，然后全副武装走到超市里去买菜。结果时间长了之后，然后后来又一封城，为啥电视里爆的那么严重，我身边的人好像都还好。对，几乎每一个人都痊愈了。
对，就是说如果真的有生病的话，就是像发烧的症状，然后身体软弱无力啊，然后可能失去味觉怎么怎么样的，但之后就慢慢慢慢都康复了。对呀，那个时候还没有疫苗嘛，但现在有了疫苗之后，你就会发现身边打了疫苗的人超大一部分比例全部都得病了。对呀，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他打了疫苗了之后，然后呢去一个 business trip，然后回来呢之后说他得了 Delta variant，然后就是好像很可怕，然后那时候也是帮他祷告，然后他就打电话跟那个得过新冠肺炎的人讲说什么啊，我该怎么办，我一到这边怎么办 我会不会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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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的时候好像就是会呼吸困难嘛，然后第二天第三天之后他就觉得哎，他好像没事，而且他现在就已经好了。我是不知道电视上说的那些统计数据还有现在专家这些统计数据，但是从我身边看到的这些案例就 It's not that scary. Yeah, 这就是我身边认识的这些人发生的事情。然后针对现在的情况来讲，就是没打疫苗的都没事，打了疫苗的都得病了。这就是我身边发生的事情了。然后当时最可怕的时候，我身边的人都还挺好的。Yeah.政府没有权利去控制是不是一定要往每个人身体里打针，政府也没有权利说你不打这个针你就这些地方都不能去，你正常的生活就没有。而且就是证明说这个疫苗打了之后也没有比较安全，你的人生也不会变比较好。你打了疫苗之后他们要封城还是照样封，新加坡他们要封城的话也是可以直接封城啊，马来西亚也是啊，要封城还是可以直接封城啊，这些东西政府想做什么就都可以做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把这个权力给政府了，政府想要做什么的时候一开始需要经过你同意，哎，我可以这么做吗？接下来的话就是上次我也这个样子做过了，那我这一次就这个样子做， 你们不会介意吧？所以说他们铲除异己的方式就是让这个病毒让人民害怕，然后让人民自愿的把这些权力无缘无故的交给政府，然后你以后要把这些权利要回来的话，你要去拜托政府说，这个你能不能把这些神赐的这些权利重新放给我？但是他们不会这么做，就像共产主义不会放权，纳粹不会放权一样。这个就已经非常难了，因为你只要这个底线一被突破的话，时间长了人民就麻木了，你甚至都不会的要求说，你能不能把这个自由的权利再还给我们？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为什么说政府不能要求这个疫苗的 mandate， 就是因为他一要求了之后，他之后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单单是说往你身体里面打针，这次说哦 FDA approve 了这个疫苗我就往你身体里打疫苗，过一段时间他还可以说哦，因为全球变暖气候变迁所以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一种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又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每个人都要去排队打针，还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以后会无数次的发生，不光是打针，各种剥夺你权利的事情他都可以做。因为你可以接受政府把你 lock down 在家里，你可以接受你的生意不运转，因为政府告诉你有病毒你的生意必须要关门，你可以要失业，因为你接受作为一个医学方面根本就不懂的人，政府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他往你身体里打什么你都能接受，这些东西你都已经接受了，那政府还有什么不能做？对啊，我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啊，例如像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就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现在的钢产量赶美超英，对不对？我们现在所有家里的什么锅碗瓢盆只要是铁的只要是钢的全部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我们要大炼钢，没错，弄完了之后呢弄出来一堆废铁，然后什么都不能弄。他们的说法就是政府会给你饭吃，你们现在根本就不需要这些锅碗瓢盆了，你们现在只要去那个大食堂就好了，你们已经不需要再自己煮饭了，之后就大饥荒，然后没有人可以去帮助这些东西，就是你政府会讲非常好听的话把你的东西夺走了之后，然后你 just left you there。 因为那个听起来的确是让人感觉到很棒，就比如说来到你们家说锅碗瓢盆干嘛，你不用了，村口就有大食堂，大家免费去吃，你想吃多少吃多少，我们那个早上中午晚上定时的开饭啊，大家就去吃。然后说白天干嘛呢，拿锄头去种地，地是国家的地，我们大家就是一起上班一起吃饭一起下班，和平共产，这不是很好吗？
啊，结果怎么呢？大家天天就吃饭，吃得很饱，完了上地里睡大觉，啊，地也没人种了，没人种了呢，到点了就去食堂吃饭，吃完了那个回来之后，结果那不就大饥荒了吗？炼钢又没炼成，没什么产量，家里的东西又都被人收走了，食堂因为饥荒也关门了，啥都没有了，结果就是这样。但是在当时的人，他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些东西，他当时只听到说很棒很棒，很好很好，因为政府这么说了，所以就一定是对的。然后我们是公民，我们要为国家还有社会尽一份力，尽一份我们的力。如果你这个时候要是出反对的声音，你就反革命，你怎么反对国家政策呢？没错，这国家都是为了人民好啊，我们一起共产共荣去吃饭不好吗？都是这样的东西，一样的套路啊。所以这个底线一定要守住。在这里再跟观众朋友大家来说一下，说你想去打疫苗你就去打疫苗，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水平自己去衡量，要打就去打，不打就不打。我们不能让强迫打疫苗的这个东西在美国存在，因为在独立宣言的时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且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是来自被统治者的许可。因为任何政府只要夺取了这些权利，就一定会促成暴政。这在历史上面有各式各样的，罗马本来也是一个民主的政府，希腊原本也是一个民主的政府，最后他们都是投票，慢慢投慢慢投慢慢投，把政府变成了一个暴政的政府。所以说我们每一次投票的时候都要小心，我们每一次做这些决定的时候都要小心，我们要让政府离我们的人生越远越好。因为个人做坏事是小事，今天我做坏事，我今天真的是神经病了，我今天拿着枪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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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就是杀这几个人。但是政府杀人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样子，政府杀人的时候是一批一批一批流水线的这个样子杀人，这历史上有太多太多的例子。所以说我们不要让政府有这样子的权利，而且越来越大的权利，对，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而且神也是反对暴政，在神把以色列人让摩西带他们走的时候，在他们过红海的时候，神把水给分开，神把那些暴政的人在水里面淹死。所以神是给我们绝对自由的权利，那我也相信我的确是有我这样的自主权，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真，或者我不愿意接受这样真，这都是我们的权利。Yeah.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那关于疫苗呢，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有很多想讨论的，在评论区下面留言，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商量。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帮助我们，支持我们，请点下面链接给我们买一杯咖啡。那谢谢大家，愿神祝福您。我是弗丽莎，我是伊藤，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各位 AI News 的观众，很不幸的，我们的事工遇到了资金瓶颈，我们的资金只能撑到今年的九月底。非常感谢末世先锋的 Paul 长老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尝试一下媒体这份工作。谢谢 Paul。耶、Paul 长老呢也愿意让我们继续经营 AI News 这个频道。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来了，我家里有两个小孩，然后呢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各位的帮忙来维持这个频道。我也认为这是我的呼召，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做了三年的 YouTube 事工，叫做 Project Hip Christian 颜值攻略。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文化，还有传达正确的基督教价值观。所以请各位帮帮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做这个我个人认为我目前人生当中最令我感到值得而且有价值的一份工作。也请你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还有一起愿意在这个文化战争当中抵抗左派的人。之前你可以看到 Paul 长老带着我们冲锋陷阵，现在你有机会参与在这个事工里面。我们个人失业或是怎样，我们还是可以去找其他的工作，还是有其他的机会。但是最可惜的就是这个频道会消失，然后我们会失去一个保守派发声的平台。我们愿意继续把神国的这样的福音，还有我们基督徒真正要做的这样一个传扬文化价值的一个保守派的东西给继续传播出去。那在这边呢，如果大家要是想要联络我们，不管有任何的讯息告诉我们，或者是希望跟我们一起合作，或者是
想要跟我们一起来把我们这样一个基督教保守派的声音给发出去，不管是说教会也好，或者是神学院也好，等等等等，如果大家想要邀请我们的话，可以看下方我们有我们节目的专属邮箱，大家可以发邮件来联络我们。如果您要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我们的话，那更方便了哈，直接给我们打个电话，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通讯录里面找到我们的名字，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联络。那希望大家可以来帮助我们，来支持我们。那我们会把我们这样一个 link 放在下面的信息栏，然后还有下面的留言区。如果你要是想给我们买一杯咖啡的话，欢迎点进去，然后来资助我们一点点小的金钱。那我希望这个大家这样一个举动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样一个频道给存留下来。那我们就继续的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我们保守派基督教价值观的这样的新闻评论的节目。那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是 Felicia， 我是 Ethan， 那我们就以后每天都再见了，拜拜。